拖着长棍，气势十足的冲上前，结果骑士拿着辣椒水就像杀虫剂一样追着狂喷，被喷的男子忍着疼痛回头就是一棍，棍子应声断裂，打架了。骑士再度拿出辣椒水，一次不够就喷第二次，就是要喷好喷满。金发女子出来还一副状况外，不知道她的男性友人刚刚想逞凶，结果却吃瘪。汽车驾驶人和一性男子因为不满机车骑士行车影响机动线，那于是将机车骑士挡下后离开，那就持不同的部分追打成男。这起街头纠纷就发生在昨天晚上8点多，球棒哥不满对方挡路，就开车把人拦下来。球棒哥发现武器没带，竟跑去骑楼拿了根长棍出来，就想逞凶。打架了，结果就是辣椒水完胜。他拿着棍子打我，就是这个人，就是这个人，他刚才拿棍子攻击我，哦，然后你先喷我辣椒水了啦！你拿着凶器共冲过来啦、啊，而且你打到我手指受伤了哦。你让我眼睛受伤，我先就直接放。打人不成，恼羞成怒，被辣椒水喷的只能用水狂冲眼睛。打架了！打架了！没关系，你可以继续逞凶斗狠。右转的时候硬要直接进从车道超车，我右转弱弯都还没完成，你就要超车，在那边骂，我都不晓得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！球棒哥被这么一喷，看到警方抵达现场，搭上救护车后赶往医院治疗。打架了！挂医了。而这球棒哥见此役出师不利，又负伤而归。虽然要吃上罚单，但也告对方伤害。没关系，你可以继续逞凶斗狠。哦，然后你先喷我辣椒水了啦。突发中心新北报道。